始终睇下呢个可唔可以一个机会俾我再上高啲咯，即系一个平台俾我再上高啲睇得唔得？即系假设可唔可以去中超咁样咯？咁你踢得都为咗越高越好咯，你唔会系即系想普普通通，一定想好过人哋。咁其实见到个基地未睇宿舍啦，我谂咁可能净系睇球场啊、健身室嗰啲，其实俾我感觉唔差咯，即系可能。虽然不算很漂亮，但是起码齐全，即是什么都有，可能你又可以有放松啊、浸冰的地方，咁你又有健身的地方，又有自己的球场，咁俾我的感觉是几好的，因为你想练的时候你可以去练，就是这样。可能你在香港就很多娱乐，然后这里就没什么娱乐，然后你只是练波练波练波，就是这样。就专注啲咯，但我唔知道反面会唔会可能系沉闷咯，都享受嘅，都享受。但系如果呢个地方喺香港更加好嘅，自己嘅地方，然后又有咁嘅条件去发展足球嘅话，咁一定系最好的。其实我嘅能力就呢度嘅球员系基本功扎实啲咯，但系唔系差好远嘅，我觉得。反而俾我感覺有啲香港球員嘅特色更多。落到場嘅鬥，即係鬥心啊！然後嗰下又呢邊大陸球員會強少少。因為踢波心態係最重要咯。咁有時其實可能技術好嘅球員都好多啊，香港。但係有時。心态可能即系例如啲下我唔同你去搏啊，或者有时可能即系唔系下下去尽都差好远。其实我一直都想接触啲更加专业嘅、更加职业、更加专业嘅足球，即系无论训练设施啊，或者成班球员嘅训练态度等等，都希望系越高越好。咁嗰陣我踢職業足球，嗰陣我講我想睇下自己踢波踢有幾遠，即係同埋想踢到最好，即係最高嘅水平。咁其實到而家一直都想，即係總之都係想一直進步。唔知可以進步到幾時，但係總之一直都係想進步。